您这里对，你得收紧，你下一步才能继续衔接上去 and three，要不然你就会 four one hand 就掉了。所以你落下来的时候 four one two，对，你马上下一步要衔接上你的 two，所以你回来的时候 four one two and three four。其实一到位就是连贯的感觉。你只有在说这个节奏的时候，你是加速的。4 1 and 这个节奏你是加速的，但是在 and 之后你是要接住它的。4 1 and 接住去 3 4 1 and 接住去 3 4，不是它这个节奏周围的拍子都跟着去死掉。4 1 and 2 3 4 1 and 2 3，你得去 hold 住它，接住它啊，记住这个力量。然后我们来 walk，向前啊，向前，右腿在后，右腿在后，对 walk，向前走一次啊。来，我们
当我们面对人事的话，当我们对人力产生了喜爱的时候，体验产生了喜爱的是第一步，第二步产生了挤压收费的话，练转到哪里？对，发现了左胯转向后面，还有多少人没有转到这个位置？好，看一下我的胯，看一下我的胯，勾弯练。
六七，and，对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and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and，再慢一点，再来，五六七，and，再来，五六。七，and，转动，再来，五六七，and，好，停止连贯。我们这一步啊，刚才讲的是用哪儿转动？转动。是用哪里来转动？就是转的这一下。胯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具体一点啊。好，你看志玲她现在用的是胯转。五六七高，and，到哪儿？再来一次，五六七高，and，好，它用的是胯转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但是总是少点儿，少点儿什么？再做一次高，and，少点儿什么？这个音完全在后面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用了胯。我们还要用哪里？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腿骨，明白吗？你看啊，这是我们的，比如说这是我的一条腿啊，这是我的小腿，这是我的大腿，对不对？我的大腿最上方是不是连接我们胯骨的地方？这是我的大腿骨，对不对？我的大腿骨是直的，你然后胯在这个位置，看啊，他刚才是这样的，他从前胯在前，对不对？胯从前转转转。转转到这里，注意，它只是胯转到这里，还差一点儿。你要用你的大腿去向后，那么它就会被带过来，明白吗？就是你想象你的大腿，这个大腿骨，就屁股这里的中间，就是你这个位置去转的。有了这儿以后，垫着到这儿用大腿去转，大腿骨去转转转，再转转转，对。你的腿是不是直的，对吧？你腿是直的，你就可以一直转。你看我腿大腿骨是直的，我就可以一直转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一直转。但是如果你的腿是在这个位置，你能转吗？你转就向后了，或者是你的腿向前，你的大腿一转会怎么样？会这样转。但是如果你的腿是正的直着的，我就可以，你直接看到了没有？你直接转过来，其实我这一步你看一下，我不光靠的是我的胯，我还有大腿的，你看大腿直接，大腿不用力以后，我的这个位置才会，向后，不能光用我的臀，还不能光到这儿了，你还要用你的这里直的这条大腿。别向后转，来试一次，准备。五、六、七。